酷我音乐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因为他是给自己传递一些正能量的东西，因为自己慢慢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嘛，其实很多东西怕自己会懈怠自己的梦想，然后去不去努力了。厉害厉害厉害！M-pop 这个概念是我在第一张专辑、第二张专辑都没有打出来过的一个概念，而这个 M-pop 又实际一直在产生的。我把这个 M-pop 定义为说是第一个叫 Mandarin， 第二个叫 Mix， 就是所有东西，因为现在所有东西都在多元化、全球化。其实像我的歌曲就是把 Hip Hop、Future Bass、Trap 还有 R&B。的一些所有东西融合到一些一个轨道里面的时候，这叫 M-pop 的轨道，包括旋律啊都是一样的，中文跟其他语言融合到一起的这样的流行歌曲，我把它称之为 M-pop mix。 而这个语言它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流行的音乐呢？因为这样它是一个可以拉近彼此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流行音乐。对，创作背景是麻婆豆腐没有炒好，就是在异国他乡麻婆豆腐没炒好，然后确实觉得有点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也是给大家做饭嘛，为什么我炒的这麻婆豆腐就不好吃呢？师傅炒的麻婆豆腐就那么好吃呢？然后没炒好，然后后来回来拍戏的时候就想，那我用虽然菜炒的不怎么样，音乐还是做的很好的，做一个中国风音乐，是不是就出来了麻婆豆腐这首歌？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然后我能够得到你们这么多无私的奉献跟支持啊，这个确实我觉得是的。我也带着这份运气跟你们的喜爱，一直在非常认真的往前面走。然后其实音乐也是我的一个梦想，希望这次的音乐没有让大家失望。然后我给这次音乐打91分的高分，但是我觉得一年了一分都不进步的话，有点对不起观众，你知道。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给你们交出一份满分的答卷，但是我继续努力吧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这张《梦不落雨林》，谢谢。